落下一个空气，听说热浪来袭，我有一万个理由不想要拒绝，却又好想见你，好矛盾的心情。左手这边有一个海报，上面有两个大大的 QR code，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。底下那两个 QR code， 其中一个 QR code 就是我这首任性典礼的所有数位收听连接，然后另外一个 QR code 是可以 follow 到我的脸书、IG、YouTube 频道、官方 LINE 等等的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帮我追踪起来、订阅起来，谢谢。记得帮我把这首歌多分享出去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歌声，也可以给我一些支持鼓励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雅涵，这个雅。